好能吃。左手漂亮，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昨日阿公跟我提重庆名菜来风鱼，今天打算把它做，麻辣鲜香，味不错。开干！现在老板娘买一条四斤的花篮，再洗一番菜，已经把我出家功过了，我们烧猪改刀就可以了。刮点黑膜，鱼肉切坨坨，大概那么大坨就可以了。鱼头剁碎备用。先腌制一下鱼，盐巴稍微多点哈，咸鱼淡肉哈，葱姜、料酒、胡椒粉，然后左手搅拌均匀，抓到鱼肉翻黏，红薯淀粉搞里头，先上一个锅芡啊，给它腌制15分钟，准备点配料，米食三件套，葱姜蒜，哎，还有小米呢，大蒜稍微切下就可以了，大葱切成圈圈。泡椒泡椒，酸萝卜一个，剁碎。酸萝卜切成条条，干海椒切成圈圈，留一半炝油。阿哥，面火热，要得开干。没球了，没得事。锅烧菜籽油，再加入猪油，调成混合油，吃鱼就要混合越香哈。六成油往下花椒，放入所有草料，放入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稍微多炒哈，炒出泡菜香味。炒2分钟以后，放入276克白糖，下入腌好的鱼块，快速的翻炒2下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放大火一会儿，放点陈醋、生抽。大火烧开就可以了，水开后马上勾芡，这样才嫩哈，不要煮久了。分2次勾，要得了，起锅，撒入干海椒、红葱、蒜末、花椒、9成油和淋油，趁热撒入葱花点缀，一份重庆江湖菜鼻祖来风鱼送给大家。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看你脸皮那么厚，我就跟了。那我也跟了哈，说哈。谢谢。来哟，我请哦。要得，看看。上这个嫩嘟嘟的来风鱼啊，啊，看到这嫩哈，水开后马上就勾芡哈，不然就要老。哦，这花椒放的多还是没？哎呀，打3次。咸鱼淡肉可以适量的放咸一点哈，这个咸其实还可以够厚一点哈。然后我的碗比较大，沉淀一下，尝尝尝哟。哦，哦，一会儿把吃点什么肉？啊，10块，11。很好，我们这儿花了11斤哈，这个大头鱼，你们那儿卖好多牛？那鱼排，上上这酸了不？人家喜欢吃小小荤，你看光吃没酸，没鱼搞不起。啊，来倒点油啊！哦，哦，哦，好能吃。来，我吃个鱼翅，鱼翅，燕窝还不还是鱼哦，鱼翅，那个鱼翅，
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要想互动一下，请观众们，我上面我大哥，我们两个人掰了个掰，热得很。放了四毛多花椒肯定嘛。左手瓢来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米，我又来了。家常美食朝我看，辣子几香味道赞。大红辣子亮满盘，麻辣味浓真解馋。开干，准备六个母鸡腿儿。那斤鸡是公鸡是母鸡啊？因为我喜欢吃母鸡腿儿，鸡母鸡啊。先洗一番菜，母鸡腿去骨。把鸡腿剁成小小的、圆圆的、方的。先把鸡腿腌制一下，生抽、料酒、盐巴、胡椒粉，加一个母鸡蛋黄，炒出来颜色更金黄。左手搅拌均匀，顺时针搅拌上劲，加入红烧淀粉，锁住水分，摘出来以后就嫩而不柴。腌制15分钟，准备好炒料：葱、姜、蒜、香芹。切成颗颗，泡过水的干海椒切成圈圈，水泡以后不容易炒糊。青红花椒各280克，这个菜一定要重嘛，重烂才过瘾。阿公点火，要得开干。锅烧宽油。这个油是可以回收的，不要心痛。五成油温下鸡肉，完成。3-5分钟就熟了，先捞出来。油温升到半成热，再复炸一遍。炸到外焦里嫩，复炸20秒，起锅备用。锅料底油放入炒料爆香，花椒、海椒。煸炒至海椒干香酥脆就可以了。家里边油烟机坏的千万不要做这个菜哈。干海椒炒至干香酥脆，放入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放入鸡块回锅，放入油酥花生芝麻，放入鸡精盐巴白糖、孜然粉、小葱，要得了，起锅。非常下酒的辣子鸡腿送给大家。点赞就拜托各位了，谢谢。来一碗，我快请哦。要得很干。要。吃鸡嘎嘎，鸡嘎嘎那边炸得很脆，应该你搞得懂，哪懂不你？对，对得很，对得很。炸脆的话，我弄不动啊。嗯，焦香焦香的，爱得很。你这油一边凉快，我这红烟的油一边的，对，或者红油直接包上啊。就要掺着一起吃才有味道哈。又麻又烂，爱得很。选用鸡腿肉就有个好处啊，用出骨头，全部是肉。不是麻啊，你找不着的。放了4毛多花椒肯定麻。韭菜比馆子吃的过瘾多了哈，全是鸡肉。馆子里面是海椒从里面做鸡肉，没得鸡块的哈。哦，这个，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小曼哥要想互动，就请关注我们。我上面，我上我们两个人，拜了个拜。